两项任务当中看得出来大家的体力非常好。好吗？而接下来这项任务考验的是大家的脑力。哦，三四个。就是稍后我们会一组一组进行，然后电视机上会出现题目。我的天啊，这太难了。就我会按照顺序指，直到谁来说。比如说动物园里有什么，三二一，猴，三二一，完了。对，然后再三二一，大熊猫，明白了吧？啊，答对一个得一分，重复扣一分，答错或者没有答出来扣三分，实在答不出就重复，重复才减一分，但答错扣三分，啊，重复，嗯，可以。那么谁先来呢？那组吧，那组吧，近的来，按顺序来吗？行，那从你们来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都明白了哈，咱们队明白，那明白是咱们队很聪明，这都听明白了，就是反应会慢一点是吧？答错了之后我也不会停，错了反正我们就算分就行了。你几轮啊？这样十五题，只有十五题啊。OK， 加油，加油，准备好了啊。好，请看题。哟，完了，完了。先从程程开始啊，等一下，来准备。只想到一个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双江。三二一，李诞。三二一，李春波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。李谷一，三二一，双江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李春波，三二一，李谷一，三二一，李荣浩，三二一，李白，李白，李白，好，题目到，为什么只有李谷一和李荣浩呀？有好多，你们都不认真。你给我讲一个李姓李的歌手，来来，姓李的歌手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李克勤，三二一，李荣浩，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你也就是仨。有好多，李宇春，李宇春，李宇春，李健，李健，李克勤，李宗盛。哦，李宗盛就是。李圣杰，李玟，李玉刚，李玉刚，李玉刚，李玖哲，哦，好多啊！不是，这个游戏是这样的，你不能想，你想你还要看他在指谁。你现在还敢教别人？就你玩成这样，你就只答了个李荣浩。刚才你们得分是负十一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按顺序吧，到中间这一组，好吧？好。来，请看题。来，从周深开始。等一下，三二一，郭冬临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光头三。三二一，光头强。三二一，光头三。三二一，杰森斯坦森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巨石强森。哦，巨石强森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徐峥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包贝尔。三二一，包贝尔。到了，好厉害啊！哦，你想出一个包贝尔啊？海哥，好厉害啊！哦，你还真行，这个可以。好，刚才这一组得分是负九分。哦，还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几队不会比的谁负分更少吧？你知道这是你一个人的战斗哈？真的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就应该是你一个人的战斗了。我觉得应该有你强项，得至少让我们军艺发挥一下嘛。军艺，军艺啥意思呢？极客军艺啊。啊，我以为你说是学校呢。我以为我找着校友了呢。一般人家都只举极客，突然叫军艺会愣一下。军艺就是军艺。俊逸啊，俊逸，俊逸，可以，俊逸。你是哪里的口音？北京的。
好，来，那你们三位准备了啊，请看题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好难！我的天哪！等会儿，你们让我稍微给我们。请看题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好难！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个好难！好，从小童先开始。小童，等会儿，你们让我稍微给我们。那儿不是活着一个吗？小童，那个等会儿来。不，来，小童，答案在你面前。来，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，成龙。三二一，成龙。三二一，成龙。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，成龙。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。成龙，三二一，给我们点时间，成龙，投降了，外面全是警察。三二一，成龙，三二一，龙傲天。三二一，白鹿，三二一，白鹿，玛丽，李小龙，李小龙。哦，姓马就行了。马东、马伯骞、马伯骞康哎 ，The Fantasy Game， 不是一下就给蒙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想到姓马的那老往名儿上想。马天宇，对，路虎，路虎，哎呀 ，My friend， 那又轮到你们了。我录了，好好录，好好录。来吧，来吧啊！郭虎，我的导演，想咱的了啊！来，过去了，过去了啊！来，白鹿永远做别人卷子特别厉害。来，怎么这还没到我们就给笑我们的题？好，请看题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这个我知道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很多。大奥特曼、小奥特曼有很多。不，可多了，有巨多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可多了，很多。有很多，非常多。有很多，有非常多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完了。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赛文奥特曼。三二一，赛文奥特曼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父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母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父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母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子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兄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奥特曼本曼。奥特曼之妹。三二一，赛文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好，题目到。真是有奥特曼之父、奥特曼之母，有奥特之父跟奥特之母都有。奥特曼之子应该可以吧？没有这个。你看，我们小时候的奥特曼是没有名字的，现在你这个岁数的奥特曼有名字了。以前我们没有那个。以前我们就是奥特曼。对。后来有一个 Seven 的，挺多的，真的有好多，佐菲奥特曼、初代奥特曼、杰克奥特曼、艾斯奥特曼，还有奥特之王。那奥特曼之兄行不行呢？他哥哥呀。你们还是负十一分。又负十一。还负十一，跟负十一干上了。你们这个题有人得过正分吗？好了，那又轮到你们了。来吧，请看题。哇，好，准备，
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春天里。三二一，双截棍。三二一，灯火里的中国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黄河。三二一，功夫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花开忘忧。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青藏高原。三二一，要一大家一起来吧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证明你上过两次春晚。对，只记得自己那两首歌。哇，他们答对了好多啊！你们，关键他就自己就说对了点。他们这次不会是正分吧？不一定，不会不会，我们答错了几次。一分，一分，一分，有一分了，太厉害了，有一分了，可以，哎呦，牛死了，天哪！关键我一路上都是难忘今宵，还能得一分。好，那接下来又轮到晨哥你们这一组啊。春节晚会小品的名字。来吧，请看题。哇，这简单了。哎，这送分题。一个系列只能算一个啊。好，来准备。这个要说错不太合适吧？三二一，奔跑吧兄弟。三二一，中国好声音。三二一，王牌对王牌。三二一，乐队闪光的乐队。三二一，天赐声音。三二一，手艺人大赛。三二一，我们三手艺人大赛。一，追星星的人。那你去招商会了是不是？三二一，天赐的声音。三二一，这爱天赐说中国好声音。三二一。冰雪正当然，咋还能考虑呢？三二一，王牌对王牌。三二一，中国好声音四。三二一，跑男来了，跑男来。好，题目到，我们能不能得两分？三分。哇！跟我擦没啥事儿啊。其实浙江卫视出品过很多好看的综艺节目，奔跑吧其实有黄河篇和共同富裕篇，王牌对王牌好多季，天赐的声音，中国好声音，嗨放派，我就是演员，中国梦想秀，爸爸回来了，我爱记歌词，我爱记歌词，那只有我记知道了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大家还可以上浙江卫视的互联网新平台 Z 世界收看正在热播和回顾以往的经典节目。新平台 Z 世界已于4月18日正式上线。现在我们的手艺人大会理发师季的后续也正在热播，请大家关注。Z 世界，哎呀，这个小无缝插进来的，这个很漂亮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恭喜周深、凯歌、依山和雨琦，你们这一组胜出。